说天秤座好的究竟好在哪里？天秤座的优点，审美在线，真真的热爱和平，追求公平公正公开，比较刚啊，对自己严格苛刻，对别人超能包容，完美型人士，极度爱美，精致的鹤立鸡群，外貌协会会长，颜值爆表，个人魅力强大，真善美的结合体，女神男神级别的人物，人际交往能力超级强，得道者多助，对喜欢的人无底线，不爱就是面热心冷，对朋友义气，随叫随到，朋友有难毫不犹豫，和谁都能聊得来，做人做事不做作，知心大姐，超强的同理心，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，当自己难过的时候还是会假装开心，有时心里完全明白，外表还能装傻，顺着你来。天秤座的优点，遇到事情会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，太顾及他人感受，不惜委曲求全，特重感情，容易被情所伤，非常能自我反省，把任何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。美貌与智慧并存的星座，只追求纯洁的友情和专一的爱情，包容你，宠你，但打死不低头，决定前纠结，决定后干干脆脆。活在当下，十分务实，没有不能原谅的人，心里什么都清楚，心软不经劝，对陌生人岁月静好，对熟悉的人傻到不行，对不喜欢的人绝不纠缠，看起来对谁都好，内心冷到不行，很难去喜欢一样东西，喜欢上便不会轻易改变。天秤座的优点啊，就是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爱情里的苦了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哪儿哪儿哪儿都好。